我们一家访问人，这不是食品安全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流行病学的问题。万一发生了，也许会造成一场灾难。假如说你曾经有机会去把这个事情揭露，让它避免那个万一，好，你没有去做，哪一天万一发生了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为什么刘维杰那时候会支持他？如果是我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。你从头到尾没有骂过他吗？对啊，你不觉得他疯了？就一个大男人，每天跟鸡搞在一起。